雷大陆。在这几十分钟，我们开局出现在座全是地雷的大陆上面，只要咱们稍有不慎碰到一下，就会被炸成一坨 ODK。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种环境下打败催眠之王呢？觉得主播能成功的扣个一啊，觉得主播成功不了的可以扣评论这个非常帅气的表情包啊。OK， 兄弟们，咱们就拿到这个世界了，好吗？可以看到咱们现在周围全是这些地雷，我全兄弟们。是鬼。然后咱们再看一下住的矮笛子，好吗？傻子你好，我是你大爷。我去兄弟们，我大爷是什么鬼呀、啊？这作者你扯得有点远了哈，这大爷是什么鬼呀、啊？真是的兄弟们。我也要来挑战你，我把你困到的地雷大陆上面，只要你一碰到就会被炸成灰。哎呦我去兄弟们，这个地雷看起来挺和善的呀，对吧兄弟们？这个小姑娘啊挺和善的，再把我炸成灰的开。玩笑啊，炸到灰，还真炸成灰了。而且兄弟们，咱们不仅被炸成灰了，还被炸成了 ODK 了。我去兄弟们，太惨了。说干，我还把村民之王请来了，看你如何打败他。村民之王，兄弟们。这就是村民之王吗？我就好帅呀、啊，这个村民之王。而且兄弟们，这村民之王拿着这把武器，是不是你信的剑呢？我就兄弟们，胡啥的，看着有点牛逼。要你能成功打败，我就给现在点赞扣第六的人送方块炫刃偶。兄弟们，方块炫刃偶，我去，我还没见过呢。兄弟们，你们赶紧点赞扣第六，好吧？那个方块炫刃偶，我给你们送到以后啊，你们拍照给我看看，好吧？还有个电影，咱们看一下。对了，不点的下周不放假。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开始咱们地雷大陆生存之旅，好吧，兄弟们。话说，咱们要怎么打败他呀，兄弟们？咱们手无寸铁之力呀、啊，真是的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上面是啥呀，兄弟们？这上面好像是箱子，不过呢，咱们要怎么上去呀、啊？那不兄弟们，咱们要从这些地雷上面跳过去吧，兄弟们。咱们试一下吧，走起！啊，我去！我直接被炸飞了，兄弟们、哎！咱们得小心点，兄弟们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这一个地雷应该是炸不到咱们的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跳上去。还好还好，兄弟们，这个地雷没有炸嗝屁他们，兄弟们。哦，兄弟们，这边有各种各样的箱子，我去，兄弟们，箱子咱们还有各种的任务。然后，兄弟们，前面还有把无尽剑，兄弟们，无尽剑，好帅呀，兄弟们！但是呢，咱们好像拿不下来，兄弟们。我拿、兄弟们拿不下来，我去、咱们现在完成所有任务即可拿起，兄弟们，完成所有任务，兄弟们，我去，还得完成这些任务呗，我去。看来兄弟们，这箱子们应该还会有奖励的，好吧？咱们先看一下这个普通的，好吧？这个普通的上面显示变成 ODK 一次，兄弟们，咱们已经变成 ODK 的一次了，好吧？兄弟们，咱们应该可以打开的，我开，兄弟们，哦，里面有幸运方块，还有个短路啊。但是呢，兄弟们，咱们好像没什么短路啊，兄弟们，还有给了秘密幸运方块，咱们先卖掉，好吧？然后这个是又有一把顺手的武器，兄弟们，顺手的武器，我。这荒无人烟的，我去哪找顺手武器啊，兄弟们？而且咱们幸运方块只有这么几个，这能开出来武器吗？真是的，兄弟们！算了，火把当四把一好吧，兄弟们，咱们开一开。果然没武器呀、啊，兄弟们，武器啊，没有武器。那咱们要怎么完成这个任务呀？我去，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刚想起来，我的世界里面有一种建筑群落，你们可以想问是什么？好吧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是村庄，好吧，兄弟们，哎，这边正好有个村庄，咱们传送过来，哎。兄弟们，你们看这个村庄用的是什么材料？好吧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橡木吧，兄弟们？我觉得这个村庄炸了，我去，咱们有木头，咱们给做木剑呀、啊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木剑咱们也算顺手的武器，对不对？嘿嘿，我真聪明啊，兄弟们。素晴らしい。然后咱们再回去，合成一下木剑，走起！哇，咱们的小木剑就是咱们的顺手的武器。哎，完成任务，打开里边有记忆，还有一些幸运方块，兄弟们。这个。作者给咱们鸡有啥用啊，真是的。然后咱们下一个这个铁箱子任务是毁掉一些地雷。我懂了，我懂咱们的鸡哥是干嘛的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看着啊，下来吧下来吧下来吧。就是干这个用的，好吧，兄弟们。哎，下去毁掉一些地雷。哎，嘿嘿，兄弟们，太惨了，这个鸡哥。来来来，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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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鸡哥鸡哥。OK， 兄弟们，毁掉这么多地雷应该差不多了，好吧？咱们六级加任务奖励，走起，兄弟们！里边有个点赞扣六带走，还有个无尽镐。哦，为什么无尽镐好东西啊？我去，咱们有这个东西，咱们卖掉借一亿块钱啊，对吧，兄弟们？是贵。然后，兄弟们，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点赞扣六带走，好吧？兄弟们，点赞扣六带走。兄弟们，好像不错哟，点赞扣六带走，兄弟们，等啥呢？赶紧点赞扣六六啊！我去。素晴らしい。咱们再看一下这个黄金箱子的任务，好吧？黄金箱子是获得100个方块。
100颗方块，兄弟们，这去哪找啊？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不是有天然的方块吗？我觉得咱们还有无尽港，咱们直接挖下来好吧，兄弟们，挖挖挖，这。哎，怎么没法点锁挖的？我去啊！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这样也能挖下来，好吧？走起，走起！呼呼 ！OK， 兄弟们，完成了，咱们打开一下这个箱子里面会有什么呢？兄弟们，走起！不是作者，你干嘛把你的食物放里面呀？真是的！那咱们看一下这个钻石箱子，好吧？钻石箱子是获得一把像样的武器。什么叫像样的武器啊？我这把木剑不是像样的武器吗？真是的，兄弟们啊！看来这个作者已经猜到咱们的这个啊这个剑了，好吧？所以说这个钻石箱子让咱们获得一把像样的武器啊，咱们这把木剑啊不像样啊，兄弟们。那咱们卖一卖东西，好吧？咱们开一开这些修复方块，兄弟们啊，转换做不对，这个结构修复方块应该能开出神器的，好吧？来吧，走起！一堆土地板刷没了，继续像样的武器，像样的。武器，哎，怎么卡住了？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怎么炸了？哎呀，我去，没事，兄弟们，咱们继续开，继续开，走起！一堆牛，我去，好多牛，来把武器，好吧，武器呀、啊，来把剑，兄弟们，一把。这也不算武器啊，来把剑好吧，苹果，苹果有什么？有绿宝石，有什么用啊？这些都是啥呀？哎，我去，我怎么开出来个海底神殿呢、啊？兄弟们，我去，别哎，等一下，兄弟们，这边有个箱子、啊，咱们看一下，里面有个无尽弓，我去，赶紧出去，赶紧出去，兄弟们，我，哎，等一下。他好像把我的箱子给吞掉了，我的兄弟们怎么办？把我箱子吞掉了。不过呢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有无尽菇了呀，我觉得吧，咱们可以杀掉这个村民之王的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打败他，走起，走起，远程攻击，远程攻击。哦，兄弟们，两个剑干倒了，这个村民之王也不过如此嘛，都不会反击，真是的，兄弟们，赶紧点赞扣定啊，兄弟们，疯狂交朋友啊，马上到你们家门口啊，我兄弟们。